就是帮你跟欧阳靖拉近关系，为你将来铺路。那我们两个这么早来，干什么？一定要在周逸然来之前搞定。这么早来，当然是为了跟你独处啊。生活中，总要有一点仪式感吧。 这不是周逸然和孙小桃吗？哎，这周逸然和孙小桃他们两个怎么在一起的？什么情况啊？欧阳先生。
我啊，不用说了，我明白。作为咱们公司的艺人，能够出席这种慈善舞会，是我们Blue公司的荣幸，玩得开心点。啊，你好，小桃，玩得开心哦。不是的，欧阳先生，我是说您这儿脏了。啊，不用不用不用，谢谢，我来，谢谢。 欧阳先生，我可以请你跳支舞吗？啊，当然可以。走吧，你们自便。依然，我忽然觉得我的口好渴，你可以去那边帮我拿杯饮料吗？你换，我渴了你都不去，快去呀，快去！ 你想干嘛？不知道您说的是什么意思。你以为你那点小伎俩我看不懂吗？我只是跟老板跳个舞而已，不行吗？我警告，离他远点。 不知道大牌都要后登场了吗？
在这儿干嘛？看风景啊。看风景。那个，刚刚到你了，导演找不到你，一直在发火。啊，你先去吧，我自己在这儿找找状态。你再不去，导演就真急了。你干嘛呀？我几天不理你，你就开始关心我了？男人还真是贱骨头。你不说对你的幸福一心一意吗？那你去找他好了，你不用管我，自己在这儿待着挺好的。快走啊！现场所有人都在等你。你这让大家怎么想你啊？还不赶紧走！我自己会走，我自己会走。特别喜欢。您健身的频率呢？我几乎每天都会运动。袁经理，您皮肤真好。真的啊？可是我今天都没有化妆啊，看起来不是很糟糕吗？还担心你化妆太难看了。我们继续。记得给我看一下。你干嘛呀？你画个大红唇，要素颜素颜，你懂吗？我们是去运动。出去来。脸干嘛？我说素颜就是真的素面朝天的。你看着，你要让别人看这个皮肤啊，一点毛孔都看不到，而且你要让它嫩到就这样能挤出水来的感觉，镜头这样拍过来，就好像 P 过的一样，明白吗？哎呀，你这个不重要，这个也用不着，只要这个。拜拜，你们辛苦，你们辛苦。拜拜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